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今天要开这个是11月2号出的，就是它不累累的 Bundle Box。我们有第一手的可以开，然后今天就是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开。嗨，然后我们再来开，有跟我们要介绍有什么东西。开，我们一人买了三盒。一人买了三盒，一人不是，三人买了一盒，一人买了一盒，一人买了三盒，一人买一盒，然后这个样子，然后它里面会是什么？是这个，然后买啊，递完下来，它里面还有这两个 GX， 就是它不累那个，它不体力，然后它还有这个。它不累累的 coin 很美，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，哎，他说这就是他们那个 Sun and Moon Island Guardian 的四字的一个 playmat， 就是桌垫很好，然后还有大张的它不累累一个是 giant size，然后我们还有多少包？四包旧的 pack， 四包旧的，是啊，四包旧的，四包旧的。我们看看这，你买一盒，它里面还有四包。其实呢，如果新手要玩，要开始进这个 Pokemon 卡店的话，很建议大家去买这个礼盒。但是呢，这礼盒很快就被人家抢走，抢完了，所以。很快就会断货，所以要买的话，大家可以快点去买。要跟你铁日啊，是。然后我们就是继续，我们有八包，然后刚才讲到很建议新手去买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 play mat， 然后又有一张 tabulele 就是每个卡组都要放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效果就是它可以去 deck 里面找一张人物卡 supporter 上手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玩一个东西，我们要拿这边有八包，然后四包是已经过期了，就是不能在现在的那个赛场上用的，大赛上用的，然后有四包是现在的，然后我们有两张 SM 6跟两包 SM 8，然后我们一人拿一包 SM 8出来，很痛啊哥哥，拿着拿，然后我们一人拿。一人一包 SM8， 然后我们开看谁的那个开出来的东西，我们开出来的这七包看谁的比较好，我们可以拿完桌子上面三包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可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开，还是我的 SM 键啊，还是 XY， 重点是我们的要怎样算好一点呢，我们全部加起来可能我有两张 HR， 他只有一张，这样我就赢他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赢的方式。你们开吗？开吗？我记得是你开旧的，看你的 ，whatever 啦。现在我开第一包，不开什么颜色？青色啊，青色就是没有。不打我？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青色有 Lady， 完了。圈内卡有 Lady 一张。你、yeah? 我什么也没有啊，丢了。他有这个闪的退化药剂，没有什么用。哦，闪的 energy， 蓝色的丢牌了，中了我。闪的火啊！你看我中什么？哎呦，我中什么？一个很旧的，一个 Mega Venusaur。现在暂时是这位仁兄最好，黑衣的仁兄最好。哦，白色。什么有白色？这是什么？有啊！不，我也是有白色，白色只有一张，这是假白呀！没有东西，中这个奇怪的符案，一个可以去捡啊！我不知道，我找不到，有人开不到。白色现在只有一张全图哦，哇、哦，闪的双能，喂，有用的那个闪的双能，不错嘛，这东西是要还能用的东西，
也是白色。还有人很傻，开不到跑。是啊。哦，我中了，这是什么？贵人 Tina GX 还有电能量。哦，白的。这个就是旧的卡包啊，开到这两个，开到这个 Porygon Z， 他也是开到 Porygon Z， 这么多 Porygon Z， 太多个宝。现在暂时来看，好像是有点不开心，旧的牌全部开到东西。我新的也是还没有开到，旧的卡包就开到很多啊。白色，又是白色，又是白色，开到 Very Bloom 闪的这个，哎呦。这是什么？没有颜色的，就是 Metacross 跟这个新牌白色。哦哟喂，这是什么？哇，中这一根啊！你们他开到龙奈，我靠，那个面是血，太好了，所以我自己很幸运的啊。今天没有啦，三包送掉了啦，送掉了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随便开啦。随便开啦，开到这两个。高高兴。除非我们现在有人开到全图才就赢。暂时没有人开到全图。我还有一包 SM 八，我跟你讲，我开到九尾。我也还有，你以为哦？白色有机会。哦，开到 Blitz Zone。哎，我发现我们很神奇耶，我们三个人都开到这个，你的那位？我的，来，我们三个人哦，每一包都开到这个哎，我们有三张哎，这个是不是固定要有的？高干的，最后一把，白色，有机会的哟。怎么呢？白色，有变，加白啊，没有啊，加白。哇，我看我抽到我要的东西，电马呢？我们只抽到这里，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每一包就是最好的就是这个。他开到这样子的，黑衣人兄开到这个三，这四张，然后我的话只开到什么也没有啊，我只开到这样子啊，有点伤心啊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我也什么都没有，这位仁兄更惨啊！是啊，一个全图都没有啊，就一个，他只有一张三，他只有一张火能啊，所以这三包给这个就是他的，开啊，好像很厉害一样。哥哥开刀吗？开刀没有问题。哥哥开了吗？请开啊，开了哦，菱形卡，菱形卡，可以啦，这是什么？歪神，就是青色呀，也没有啊，哎，好像没有关系哦，我们给他的都是没有，都没有东西，无所谓啊，最后一包。白色，要假白，有银色，哦，全图，Hyper Red，为什么是你？这是那个三件事之一，草的那个草属性的那个，不错啦，至少有这个就是，Hyper Red， OK，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然后。很建议新手去买这个盒子，马币，马币现在是240块，但是你们在外面店里面找不找到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对。然后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按个 like 再 share， 然后还没有 subscribe 的可以去 subscribe 哦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